普通话，祖宗，咱别这样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您自己做三小时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，我们这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六弟，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赌上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你别，去，不是，多干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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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明白了我呀。少主，你得这么想了啊！你说您这一走，这两双肯定就闹不和了，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这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啊！我刘旺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来回来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父亲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拿钱。你现在就跑，你这腿的！我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呢？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春留在这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